我是鱼肉，一个从接触网络短视频就开始被网友追问你什么时候在台湾找个男朋友的大陆人。今天我要干件大事儿，我要和我的朋友们说我爱上了一个台湾人，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是鱼肉，今天早上起床以后翻 YouTube 看老铁们给我的留言，就发现不管在哪条视频下都有老铁问我，哎，鱼肉什么时候找一个台湾的男朋友，鱼肉什么时候嫁到台湾，鱼肉会不会喜欢台湾的男生。然后再往前翻，翻到我之前拍婚纱照的那期视频，甚至还有老铁说想让我把我的婚纱照直接发给我的妈妈我的奶奶看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直接通知他们我嫁人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想都不用想，一定是要冲过来暴揍我一顿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稍稍委婉一些，把进度条往后拉一点，就是和我的家人朋友说一下，哎，我爱上了一个台湾人，看一下这样他们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也很期待。那大家不要往后拉进度条，在我问他们之前呢，大家可以先留言评论一下，猜一猜他们会说什么。先给谁打呢？先给我弟打视频，看看他怎么说。昨天我老弟他们给我奶过生日，不知道现在起没起来，打个视频看看。那天，你买的相机啊？啊，你咋发现了呢？这么小，便宜。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我找一个台湾的我喜欢的人。你认识啊？好问题呀、啊！我不认识，我喜欢他干啥呀？明星啊！红啊！这问题给我整懵了。盲目崇拜者呗，你这我就是。啊，那人是谁呀、啊？就是人呗。长得帅呀、啊！我那么肤浅吗？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男生。啊，你有什么想法吗？哎，不是，你稍等，你是直播吗？我没直播，没直播。这么奇怪，我又没有洗头。就是你姐如果要嫁台湾了，你怎么看？啊，如果你想跟一个台湾的男生交往，然后结婚留在台湾，是这意思吗？还是差不多？差不多。那你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们肯定会支持。如果说，对你好的话，啊，能够真心的，就是跟你交往，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支持的。你觉得咱奶和咱妈能支持吗？那也能支持。我现在要带我去吃好吃的啦。碗在这儿，谢谢你。你这样买了新相机，才想跟我一起做着吃？没有，是我想试一下，这一段也不一定传。哦，对，就是试一下，别紧张。好，哎，跟你说个事儿呗，最近爱上了一个台湾男生。不是你的好朋友了吗？你现在才跟我说，认识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不是，刚认识就爱上了，一见钟情。符合咱俩，一见钟情。想咋着呢？嫁给他。咋的了？你笑啥？你都给我笑懵了。恋爱脑。为啥？我就想嫁给他。为啥呀？这是好像追星的那个粉丝就说，看啊，哥哥，我想给你生孩子。不能嫁给他吗？不是啦，我先帮你审核一下。你太严肃了。你太严肃了。你不会骗我的吧？你太严肃了。骗我？没有，吃个肉冷静一下。心贴心温柔都有。他还有兄弟吗？可以介绍我也认识一下吗？那我还是不要介绍你们认识了。我们是该严肃的谈一谈。如果我嫁到台湾以后不回家了，你都不想我吗？你这悲伤表现的不是太不真诚了。不是，我想说你要是在台湾结婚了之后，我还能来台湾找你玩，住你家还不要房钱，多好呀，我为啥要悲伤啊？
这得省多少房钱呀？快去，明天就去领证。姐妹情深，真的好白呀、啊！嗯，好白呀、啊！我哪有这么白啊？而且你看你这个白，还是那种特自然的白，唇红齿白。开锁，开呢？啊，没有，你没拧那个，你没拧钥匙。那你下到路上，我再上车好了。我能上了吗？我先上了啊。我脚放哪儿？脚就放中间就好了。对。等会儿啊，嗯，我害怕，我说我害怕，我上来了。别怕。那个，没事，你就手一直捏着刹车就行了。好了。哎呀，很稳呀，起步。嗯起步很稳，我也想。哎，鱼肉不错，等会儿就麻烦帮我送到家。绿灯了，右转，没事，咱们慢慢的转。啊，我是不是掀起来了？你过了，太棒了！哎呀，灯先关了，灯先关。然后左哎左哎先右转，不不敢了，不敢从那儿进去，快你来，从那儿刺激。我刚刚问了我老弟，问了小度，他们年龄都会比我小，我觉得说话呢他们都会稍稍的委婉一些。那我想接下来找个刺激一点的，问一个经常充当一个我的大姐大角色的好朋友，因为我有什么事儿都会问他，让他来给我出主意。还有我觉得刚刚问小度的时候，还问我老弟的时候，我的那个相机都露出来了，这把呢我打算把这个相机架在旁侧，对，就现在都准备好了，就架在一边儿。一会儿看看这样的话，我的好朋友会说些什么。现在要给我那个姐妹打个电话了，然后控制一下表情，别一会儿眼露馅了。先随便说几句，然后再进入到正题，这样可能会自然一点。挺漂亮啊，你呀，干啥去了？我哪天不漂亮？今天正好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去约会了。对，搞对象去了。和谁呀？男的呗，还能和谁呀？哪认识的呀？那个搁健身房认识的。你们学校健身房？你们同学？没有没有，不是同学，就是改我们家对面的健身房认识的一个男的，台湾人。可以，多大岁数呀？先别管多大岁数，那啥，我打算跟他结婚了，我就是寻思问问你，你有啥想法没有？对，我回家正好不是一月份回家吗？我就跟我家里人说说这事儿。你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俩月。你有毛病啊？结婚？我闪婚不行吗？那大 S 和我觉得不现实。大 S 两次和她老公都是闪婚。那为什么我就不行？那你觉得幸福吗？那你觉得幸福吗？那幸福不为外人道知，为啥就不能这么快？为什么要拿这个自己去试错呢？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错的呢？我现在不行了，我就觉得他挺好的。我劝你多想想，他哪儿好啊？帅，老帅了。长啥样啊？你这么问你就给我问懵了，长啥样我还能用嘴给你形容吗？他啥星座的呀？嗯，天秤座，和你一个星座。那更不能闪婚了。为啥呀？你这还开始星座伦理学了？啊，没有，就是觉得不太合适。那什么合适啊？你跟我讲一讲。我觉得你得先去了解他呀，他比如说你们那些观念呀、啊、生活的观念呀、啊、工作上啊一些处理一些朋友关系的这些问题上，你们的观念得达成一致。你们两个认识时间太短了。那认识久了他又不有冲动，他有冲动的成分在里。没有冲动，就是这东西你认识久了，他要是跑了呢，你早点结婚你早点不就是你的了吗？
妈呀，那结了你也可以理解，这话说的。打的结了之后就绑住了，你咋就锁死了？这小锁扣上了之后钥匙就打不开了。我的朋友巧舌如簧。你可以先问问你爸爸妈妈啥想法，就是听说你谈了一个台湾男朋友了之后，你可以问问他们是什么想法。我觉得爸爸妈妈都会支持的，但是你要是说一认识两个月就结婚，那我估计不能下。我老弟说祝福我。祝福你，你老弟。嗯，我老弟说都不用过我爸我妈那关，他就全权代表了。真的假的？我等会儿问问他。欠你三次。其实有镜头对着我，我和我朋友说话，我感觉我的就语气都有点尴尬。平常可能开视频的时候也没这么紧张，但还好他们没有看出我的异样。哎，一会儿咱们找一下很久没有出镜的小丽吧，这样的话也能问一下她最近的一些安排，什么时候发影片。喂喂，你干啥呢？我刚遛完狗回来。你不知道多少观众都想你，来我这儿频道啊，来我那个 IG 找你，都问我你又不是不是又失踪了。你嘿嘿嘿啥？我就是比较懒。 你应该有所表示了，你也该产出一些你最近的生活了。哎，我最近我就上班回家遛狗，然后遛完狗给狗做饭，然后睡觉。你这天天你照顾你的那个小孩，你也得照顾你的观众们呀。对呀，我像个三岁孩子的母亲。你那狗有三岁了吗？七个月。那啥，我最近有个好消息要和你分享一下。啥消息啊？那个最近哈，我看着一个台湾的一个小伙。然后呢？老帅了。彭于晏吗？班儿大班儿吧，差不多帅，大眼爆皮儿的。了不得呀、啊！我比较喜欢许光汉。我也行，关键是这把是彭于晏，下把换许光汉呗。不是，关键是我这把我就决定跟他私定终身了。行啊，许光汉吗？彭于晏。许光汉不行，许光汉是我的，彭于晏可以。彭于晏是我的前夫。没跟你闹玩，真的搁健身房认识一个男生，然后现在上班呢，30来岁。30来岁太老了吧。成熟，我觉得还行，挺成熟的。太老了。嗯，应该找个年轻的。但我觉得这样他能照顾我多一些吧。岁数小的。他老了你不得照顾他吗？我觉得还行，年龄大点其实还行，对我来说我还挺喜欢岁数大的。多大呀？30几？33。33？嗯。但是他是属啥的？没问过。嗯。你还看克不克克？我给你俩合个八字儿，几月的？什么星座？那个天秤座。成年人了，这么大岁数还看星座吗？那还看血型。什么血型呢？你不应该看看他对我好不好。那你得先看看你俩八字合不合呀，你不合以后，现在好了以后该不好。不是，我现在都打算嫁给他了。你嫁呗，啥时候呀？你啥时候回来参加我婚礼我就啥时候嫁。用随礼吗？那你是不是要不回来了呀？这么说。别说你回不回来随礼，你啥时候回台湾呀？我回台湾，我啥时候能回去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能回去的时候就回去呗。你有没有规划呀？就是你还规划肯定会回来呗。回呀，我是想回呀，但是现在我在上班，等上两年的吧，上两年不想干了再回去上学去。那你也要分享你的生活呀。每天的生活非常的枯燥，非常的无趣，每天就是上班遛狗，但是两点一线。你拍了视频，你就会
想让自己的生活有趣味性了呀。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在狗窝加班。那我刚才说我找了个像彭于晏的男朋友，你相信吗？我不信，因为你不喜欢浓眉大眼，我就喜欢小眯缝眼。你太了解我的喜好了，所以我刚才扒的虾你都听出来了。没大眼入不了你的眼。对，我不太喜欢大眼睛的男生，我比较喜欢那种小么咔哧眼的，我就喜欢那种小眼睛的男生，贼眉鼠眼那种。啥呀啥呀，那叫小眼聚光。就是贼眉鼠眼。大一个，这早早的过上了富豪的生活，小小的一只狗吃，大大的鹿角。哎呀，把你眼睛擦瞎他。